大家好，我叫白乐婷，今年23岁，我从小学习中国武术。我发现学习汉语，只要每天说，就能说得很流利。学习武术，只要每天多训练，就可以打得很好。中国武术博大精深，有南拳北腿之说，还有模仿不动动物的武功招式，如后拳、后拳等等。世界上有很多国家，他们都有不一样的文化、不一样的语言、不一样的佛事，但是有共同的历史、共同的秘宝、共同的秘愿。请问未来有机会认识更多说汉语和练习武术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